我可能也算伊会来参加我的婚礼。伊妈就是希望讲啊，美惠当真心接受你，毋则是讲来你结婚之前，过来找美惠看看卖。所以你嘛知影，我妈会去找伊张虎咧。我怪你会这样坚持，爱我完成婚礼。原来你早就知影，伊袂来参加。毋是啦。 我本来是掠准讲，不管你妈妈是不是会当说服美惠，伊拢一定会来参加你的婚礼。只是我想不过，是安怎最后我无法度甲伊联络着。若是照恁讲的，伊张胡林根本就无机会，甲我妈讲话，就看到伊魂迷啊！这电话一定有啥物漏交的所在，是安怎伊的魂迷，是安怎伊的血统失去联络？ 是安怎伊会放弃火烧？这敢不真正是意外？我一定要查清楚。阿辉，啊，你讲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认为这件代志已经无遮尔单纯。你对胡林，你拄则讲的，就是所有代志的经过性。是啊，所有代志我拢甲你讲啊。 想要到最后，阮妈也是为着要替我受伤，才会无来参加我的婚礼。伊有阿做真正想过济啊，我是要安怎肯的心，是要安怎肯的愿。阿辉，不要紧啊，妈一定会了解。 你是不是嘛在怀疑跟秋琴的死跟我有关系？不是啦，我只是想讲哦，秋琴的死应该无遐尼单纯啦。我拄则已经讲甲真清楚啊，我到露西亚的时阵根本就无机会甲跟秋琴讲到任何一句话，伊就已经出代志啊！敢讲你嘛认为讲，我因为怨恨伊，我就想要甲伊害死，甲伊烧死心？ 我无啊，为着要完成你的习惯，我拢已经委屈我家己到这个地步啊，甚至搁给人骂我戆呢。我是你的太太，你安尼看待我，你敢袂感觉小超过啊？美惠啊，我真正无怀疑你啊，我只是想要知影代志的真相。秋琴的死对家辉的影响真大啊。你敢若想着家辉会去受到影响？ 那你看嘞，我伫你的心目中到底是啥物地位？还是讲我根本就比袂过你的亲生后生陈家辉？美惠啊，你莫误会啦，在我的心目中当然你上重要啊。那你敢知影？我目睭紧紧看到你替你外面生的后生咧主持婚礼，为着跟秋琴的代志安尼质问我，甚至为了要顾了我的心情，你安尼怀疑我，我的心肝有偌痛哈？ 是的啦，我知影我唔对啊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那我问你，你敢相信我？我当然相信你啊！我无相信你，我要相信啥人？我啦，慢生气啦，啊，慢生气啦。
你敢袂当体谅嘉伟即卖的心情，莫甲伊计较啊！啊，是我拜托你啦。好啦，我知影。多谢你。我刚顾虑到嘉伟的心情，拢未记得每回，嘛是亲目睭看到秋晴离开的，伊的心内一定嘛真痛苦，所以才会这么激动。啊，参考一下，哦，参考一下，哦。哎，小姐你好，来来来，参考一下，参考一下，哦。帅哥，来来来，参考一下，参考一下。嘿，卖厝啦，参考一下，好，看卖啊。小姐，参考一下，谢谢哈，谢谢。小姐，参考一下，不要紧，看看提一下。看一下就好，看一下。拍摄，拍摄，拍摄。大黑，拍摄，我知影我这个走袂去啊！你若是今日甲我拍，你就拍，不要紧啦，做你来拍。啊！不过，卖拍兵，我是靠兵吃饭的，你会当拍我的身体？对啊，我即卖无靠兵吃饭啊，我靠我的双手甲双脚，不要紧，你着拍我的兵就好。啊，上好是拍个密密麻麻，无人认定安尼上好。那安尼，我制住就认袂出来啊！来，来吧，我准备好，来，吃拢会用的，来。大英雄，这个声敢那听过呢？头家，大是你哦、喔！啊，这是恁细汉的哦、喔，因为我细汉的啊，是我的司机啦。哎呦，你司机你抓起来要创啊啦？拜托，你敢知我是谁？我是恁头家后生的救命恩人呢，你敢抓到安尼无礼貌？我凊彩讲两句啊，你就计阿吃不到，你就回去吃你家己的，你无头路啊！你是不吃？你要给他吃从啥？先去车顶等我。是。大英雄，哎、欸，真正真有缘分，才拄着你呢。系啊，真有缘，搁拄着啊。啊，不过我看到你，我的整个心情就郁住啦。你这郁住啥啦？我顶家你不是花100万？我100万开了，未开着，着规个拢判刑啊！100万无就无，啊无啥啊！哎，大个，100万呢？啥物讲100万无着无啥？这代表你讲这你真有钱，真好个啊！你若是真正真会好个啊，你着付我1000万好啊！1000万我甲你债务哦，嗨嗨，我着会当转去找我水某啊啦！好啊，没有啥问题。不过你看着1000万就够啊！大个，1000万呢？十个100万的，你要罚1000万，哪有可能啦？嗯，之前我唔爱讲过，要帮你趁一个机会，我1000万，你若债务还完，你有机会东山再起啊！1000万哦，男子汉大丈夫，阁会甲我做会到呢？还是当然，就这。春生，惊都无看咯，是看啥啦？看到这么认真啊？哦，我着在看这食谱啦。不过你看来看去哦，我也是唔知要煮啥物较好咧。嗯，啊你唔知要煮啥，搁去找爸妈买这火菌煮回来是要创啥？嗯，这唔是我买，是阿平送的啊。伊讲吼，要你补身体啊。哦，啊这阿平当时对我这么好啊，计想讲要买这来给我补身体。拜托诶，你头家娘呢？你当来趁这时阵哦，给你扒给一个啊！
那呢？你敢有看到什么食谱？要做好我甲爸爸吃。这顶管足多呢，有这肉的，啊，毛糖醋，啊，搁有葱爆的。你敢有搁想有这多一项啊？我想一下。啊，你等我一下，我找一下，等你再讲。看起来拢足好食的呢，我想袂到爸甲妈开的迄火炬猪肉店这么受到欢迎啊，店面就是人推荐的呢。看到我拢唔知要食啥才好。就是讲啊，我就是永远唔知咧烦恼啊。啊对啊，啊是讲吼，我逐天拢煮一项无同款的给你食，你感觉咧？听起来袂歹咧。妈。你哪有闲来？啊，你的面相哪这么歹看啊？对啊，啊是圣人家你无欢喜哦。无你甲我讲啦，我替你处理啊。你要替我处理哦？当然啦。好，安尼先替我处理恁某。啊？妈，我是倒位惹你生气啊？敢无？无啊！安尼，我问你，昨暝你差几点睏的哈？哦，差不多十点外。你骗我？我无啦，妈。佮讲无？我昨暝吼，甲咱庄仔来迄守望相助会的朋友哦，踮遐巡逻，差不多踮要十二点的时阵哦，佮看到你甲春生仔的房间的火哦，还佮倒的。哎。你即马巴肚内受惊啊？是安怎？你要这么晚睏哈？妈，其实小妹吼……好，你别替伊讲话。我知影你跟我同款，拢希望小妹应该较早睏。啊，是小妹家己晚睏对不？你家己讲啊。啊，好啦好啦，妈，我老实跟你讲啦，我伫咧写心机小五的部落格，还佫有处理一挂货。哎呀，小妹啊！妈妈唔是有跟你讲过，讲你工课的物件哦，放在边啊，莫甲家己吼，母个这里无用着。啊，你巴肚内已经有囡仔咧，啊是安怎吼？你要这么晚睏啊？安尼对你甲囡仔拢无好呢。假使讲哦，你若是欠钱，还是讲无聊，无紧无紧，等下咱兜咱咧猪肉店有无？你就踮遐靠店面，妈妈付你薪水。哎呦妈，我唔是欠钱，嘛唔是无聊，才想讲要甲迄心机小五整理好，管理好诶。我是因为哦，迄心机小五是爱要一早轮进前交互我啊，我真无简单哦，才做出一点点啊成绩，袂啊，因为五星就放弃啊。啊，搁再讲啊，你进前毋是有甲我讲过啊？你讲哦，迄查某人哦，得有家己的事业，绝对袂当什么代志哦，拢靠人事，敢毋是？对，我进前是安尼讲无对，啊，不过我迄阵讲的时阵吼，是你巴肚内无囡仔呢，啊，即摆已经有囡仔，你哪会用安尼啊？哈，一切拢爱吼以囡仔为重。哎，妈，小蕊啊，啊，你即摆来是搁叫小美卖去上班那是？对啊，啊，阮小美吼即摆大心大命，上好是啥物代志拢卖叮当，倒喺眠床顶安尼上好。啊！就甲你讲啊，这有心的人吼，唔通一直倒伫咧眠床底，爱加运动。啊，你人安怎讲拢讲袂顺车啊？哎呦，我袂伫咧食，甲你冤家啦！飞弟吼，我即摆伫咧食，你敢甲我去上班哦？甲试看嘛。哎呦妈！卖妈！我拢是为着你好呢。啊，你敢袂用个伫咧厝的，好我甲囡仔顾好势，吼，卖遐尼晚困，吼。啊！若心机小屋哦，搁请另外一个员工来顾，安尼敢袂用诶？啊！你安尼开嘴合嘴哦，拢是讲为着小美好。啊！你敢有想过？啊！小美伊家己是安怎想诶？小美，你安怎想？我小美，你讲袂出来吼，我来替你讲。小美个性哦，伊伫咧厝是带袂调诶啦。安尼哦，对伊个宝宝哦是无好诶。
你唔捌听过讲，人讲这有生的人吼，迄妈妈哦，甲宝宝是连做伙，啊妈妈心情若好吼，迄宝宝嘛缀咧好，啊妈妈若心情有助，这宝宝嘛缀咧有助啦。这我知啊，你知，啊你也无生过囡仔，你是知啥？嗯，你即摆讲这啥意思啊？我是讲你毋捌生过囡仔，你毋知讲这妈妈迄种感觉吧？我哪会毋知做妈妈迄种感觉？啊，小美就是我的查某囝，我就是有妈妈迄种感觉啊。迄小美是你认的呢，毋是你生的，迄传讲是认的，毋是我生，毋过我也是伊的妈妈，安尼阁无共款，迄就甲你讲毋是你生的，你毋知迄种感觉。 那熊熊落遐尔大雨啊，害我规身躯拢澹漉漉啊！喂，梅花姐哦，我是琪琪啦，歹势啦，啊我拄则因为伫咧路诶，所以雨雨淋着，我会较晚到，我到恁家楼骹。不要紧啦。 我只是想要甲你讲，你的物件我拢整理好啊，我会摕去警卫室遐等你。顺续摕护士阿狐狸。今麦外口雨遐尔大，你莫冷好等，若无会感冒呢。多谢丽花姐，你真正人足水，搁足善良的，你着敢若天使共款。我知，你豆豆仔来啦，毋免着急，我即摆着去楼下等你，好。 拜。这阵雨，唔知要落到当时啊！唉，唔管啊，先冲啊！哎呦，是咧啦，歹势啊，歹势！哎呦，妹妹啊！ 来来来，哎呦，我伫行路拢无咧看路呢，路足低啊，你用高装的，哎呦，你是安那？无啦，因为我无扎雨伞，所以我才用装的。安尼哦，亏辛苦当你了，啊，你想要去倒啦？哦，我要去头前去冻大楼啦。哦，我住伫遐啦，啊无安尼啦，咱两个做伙行一支雨伞啦吼，安尼你较袂去压着雨，我送你过来呀。好，好呢。啊，免啦，我替你搬就好啊。嗯，对，真乖。哈哩吧，哈哩吧，较袂压着雨，来。 好，这样多啊！哎，谢你谢。梅花姐，子琪，啊，恁两个，哦，啊，你就是要来阮家借大的妹妹哦。原来阿母就是梅花姐讲的迄个歹斗阵的阿母。对啦，伊叫子琪。哦。阿母，再给你啦。 梅花姐，多谢，歹势啊，甲你了了啊，我先来走啊。哎，妹妹，来来来来来，天雨遮大，你是要去倒啦？你是要安怎走啦？我跟你讲，你先去来阮家啦，身躯洗洗吼，衫换换，较袂去寒着吼。阿丽华，你是要徛倒遐创啊？咱都紧甲带去哩。啊，来过来啊，行行。 我带你起来，来，阿姐。哎，妈。丽华，啊，你即马是又搁咧变啥梦啊？迄个妹妹甲看起来也无像是迄种好野人的千金小姐。我无讲伊是啥物好野人的千金小姐，迄是你家己讲。哈，哎呦，老丽华。 你是我生的啦，你嘴袂开，我就看到你的脑底啊啦。我毋是头一工才捌你的，你若是无一点仔好处，莫讲一点仔，一定是半点就好啦，无半点的好处，你会对伊遐好。你老实讲哦，你即摆是想要创啊？妈，我好心予伊来遮住，这有啥物关系？你莫甲我当做是迄种专门做歹代志查某，好无？ 你，阿母，梅花姐，
歹势啊，想要问一下，敢有毛巾？啊，有啦，我摕互你。歹势啦，自从我甲阮妈妈冤家了，我就离家出走啊。啊，我伫咧外口时阵哦，搁互欺负。啊，是丽花姐吼，伊甲我解围，我才会平安无代志的。而且我胖金的皮包啊，嘛是伊甲我找回来呢，伊搁带我去食饭，啊，而且伊搁互我伫遮住。伊真正是一个足好、嘛真善良的人。阿姆，你莫搁怪伊啊。而且丽花姐嘛讲啊，叫我吼，不用甲我妈妈冤家，而且伊搁叫我莫搁离家出走啊，爱乖乖听妈妈的话。阿姆，我拄才看到你哦，就感觉你是一个真热心，而且嘛真善良的人。啊，这拢是我唔对啦，啊你莫生气啊，我伫遮甲你讲一声。是的啦。啊，妈，有听到？妹妹啊，你还阁少岁啦，所以吼、你看人无啥会准啦。你敢知影？迄有个人吼、安尼外表看起来生作水水啊，还阁看起来吼、敢若真善良。其实迄种人私底下吼，伊是足现实的，足爱利用人的。我即摆举一个例互你听啦吼，即摆徛伫你的身躯边无？你即个丽花姐姐啊。伊的个性就是安尼啦，伊若是对人好吼，拢嘛是有目的的。啊，你都要有较巧的哦，唔好叫人骗去哦，吼。妈，你是讲啥？我讲安尼是事实的代志啊。我即摆是要提醒这个妹妹，啊，佮有我要甲你讲，恁这个丽华姐姐吼，无你讲的遮尼好啦，你唔好相信伊讲的话啦，唔通叫骗，吼。啊，你嘛唔好佮伊惊想我，上好莫佮伊有来往。较袂起哦，我甲你拖歹去，吼！妈，你少袂讲啥，人会当作是真诶。无怪丽华姐讲伊妈妈哦歹斗阵。歹势啦，安尼我先去洗身躯啊。哎，进去进去，哦。妈，你嘛较拜托诶啦。哪有一个做妈妈的人，伫外人面头前安尼批评家己的查某囝？我哪是批评，我是实话实讲啊，对不？我倒来甲你提醒你啦，提醒你唔通做歹代志啦，你较袂阁吼做唔对啦，作孽啦你啦。什么实话实讲？你根本是对我……妈妈。哎，这是七七电话，你莫回接。伊妈妈打电话来，一定是怎伊离家出走啊？伊妈妈一定足着急的啦，伊会烦恼啊。我替伊接一下电话，甲报平安一下。阿妹呐，人七七甲因家的误会已经解释好啊，伊嘛已经回去厝。伊今仔日来只是想要甲物件摕回去，你着莫加拨接人的电话，干咩害人搁冤家啊？好啦好啦，啊无我来煮一下烧汤，互七七啉啦，较袂去寒着。啊你搁查伊遮创啊？你去遐看麦啊啦，看伊有欠明衫无啦？紧去啦。哦。小妹仔，一个人活到最后，就亲像是水烟共款。才会感染到消息啊！家辉，你莫艰苦啊！人生就是安尼啦，了我是无法度改变的。家辉啊，你一定要振作起来，千万唔通因为你妈妈的代志，就来失志哦。我知影，我袂阁烦妈，为着我才会烦恼啊。啊对啦，啊你敢有甲伊道上联络？有啦，我甲伊讲过啊，伊嘛同意今仔的聚会，留伫台湾搞做伙。
我相信你妈妈心内嘛是安尼想啦，因为在伊的心内，你是上重要的。我若是早知影是这样，我就袂一直在伤心啦。你这个情况。为什么要这样啊？阿辉啊，我知道你这么心内也无倒位哦。我看你先休息一阵啊，等你心情较平静以后，我才安排你回去病院上班。多谢爸。请进吧，阿辉就麻烦你照顾了。我先来。我阁有一件大事，要替妈办。你拄才讲的，敢拢是真实的？你真正我记唔着？是，我记甲足清楚的。歹势，我先来去买药。一定有你讲的有出现，原来就是伊害死阮妈的。家辉，就算迄号无缘讲安尼，嘛袂当证明一定有你害死妈啊！是不是会当证明我一定查好清楚？袂当让妈死个这冤枉。尤桃，歹势啦，我过来叫料理啊。袂啦，啊你是不是要来找我参详琪琪的代志啊？我今日打电话给伊，伊拢无想要接我的电话，我是伫烦恼讲，伊是不是搁离家出走啊？伊敢知影因爸爸代志啊？阮前翁坐家啊，搁欠债的代志，我是还袂甲琪琪讲过。那呢，伊应该是甲朋友出去尔啦，你是莫烦恼。你讲的嘛是，可能是我家己伤过紧张啊。啊，是我来打电话给伊，伊不接你电话，应该是咧甲你过去啦。若是我靠，伊看到无实在号码，无你发伊接无。啊，到时阵哦，你再问伊，伊即摆人伫倒位。好啊，啊不麻烦你。这个电话号码哪只熟啊？这就有套啊，手机啊号码。喂，有套啊。好好好好，安尼我知影，好好好，好好好好好，再见。幼兔啊，哪会这么多好，会熟悉这个琪琪？啊，
丽华会甲琪琪带倒来厝里住，一定有伊的目的。阿妈，哎，啊，坐下呀。嗯，来来来来，小姐，哦，安尼先不洗洗，较快活吼。嗯，来，啉一粒烧汤嘞，较袂去关掉。多谢阿妈。琪琪啊，阿姆看你的个性，我安尼乖乖啊呢，啊你想哪呢？跟你妈妈冤家安尼，冤到离家出走哈？我知影我安尼做，我妈就烦恼啦。啊，不过我今麦对我妈真正就失望的。失望哦？是安怎讲啊？我，哎，琪琪啊。啊，你吼、哦，若是会信任阿姆吼，你就对所有的代志甲我讲，不要紧，你讲我听，吼、哦。阮妈吼，伊阮妈伊真正会头路啊，啊伊真正会头路，是咧做酒店的。哦，哦，恁妈妈是咧做酒店的哦。哎，啊恁爸爸呢？伫我拄出世的时阵哦，阮妈就跟阮爸离婚啊。听你安尼讲吼，你敢那真袂谅解恁妈妈呢吼？哎呦，琪琪啊，你敢有想过，恁妈妈是安怎那要去酒店迄款所在做迄落工课？那呢，用麦去啊？嗯，啥物用的麦去？你拢无替伊想呢？一个人带一个囡仔，迄是足艰苦的呢。啊，伊也真是选择去酒店迄落所在上班。反正伊嘛是为个苦衷啊，对不？嗯，啊，你即马已经大汉啦，啊，你都要较捌代志，看你妈妈生活上有啥物压力，啊，你唔得爱甲斗分担呢，安尼唔才对，对不？我知影吼，我无应该予伊烦恼，我嘛知影我安尼做就唔对。嗯。啊，不过我真正唔知要安怎甲我妈讲遐个。你若唔知影要安怎讲哦，你就莫讲啦，好啦。啊，但是你嘛袂用安尼，因为冤家生气，你就离家出走啊。你敢知你安尼做吼，你妈妈做伤心的，伊会艰苦哦。吼，我跟你讲，你起码就是应该吼，爱好好啊读册，爱较乖咧，较听话咧。啊，你若过了好，你妈妈就欢喜啊。你知无？嗯。好，乖，安尼唔叫乖，来来来，给您听哦。就是，你辛苦洗好啊，我送你回去。哦，好。哎，唔免。哇，这是唔通让你带去哦，丽华。我惊伊若是让你带去哦，会甲你同款去行了唔对咯。我送伊回去，你嘛有话讲。不然怎？你是要让伊继续留伫遐？无要紧啦，无要紧，反正吼，所有的代志我拢有安排的，啊，你就把吼点点在遮等就好啊，哈。安排？嗯。你是安排啥？你讲，阿妈。琪琪，你老丽华，你把我查某囝带来遮，到底想要创啥物？丽华姐，你跟我妈有熟识哦？丽华，你即马当人妈妈的面头前，你甲代志讲个清楚。你是安怎对人的查某囝带来咱厝的？你有啥物企图哈？哦，琪琪，原来你是你生查某囝。大丽华，你莫搁伫遐地心也好。我是真正唔知。琪琪，不管这个人甲你讲啥，你拢莫相信，因为这个老丽华。就是我的情妇，伊伫外口做出对不起我的代志，佮骗我的钱，伊即摆互人放啥，就是要转来我的身躯边啊。丽华姐，你是伊的情妇。对啦对啦，幼兔也是我以前的囝婿啦，伊讲的拢真实的。伊就是看我佮你妈也惊伤我，伊才去阮家，想要利用你，对你佮你讲我的歹话，互你认为讲。我是一个伫外口骗财骗色的歹人，安尼哦，你才会反对我跟你妈做伙，达成你的目的。你想伤多啊！我若是知影，其实是你生查某囝，我哪有可能带伊转来？
你莫阁假啊！这一切拢是你设计对吧？啊，若无咱这样拄好，我甲你杀伫酒店外口拄着七七。我看，要你杀去包厢，要阁敲电话给少爷的人，拢是你对吧？哎，你莫伫遐胡乱话。你若讲不信听啊，我让请酒店调通联记录，看电话到底是不是你卡的。雷华志，你为什么要安尼做？唉，无法度啦！我这个查某囝吼，他家咧想啥吼，真正连我这个做老母的都要无啦。翘翘囡仔，正经代志唔去做，规工他家拢干那咧想遐有空无顺的，要去设计别人啦。所以我跟你讲啦，你绝对唔通相信伊。啊，佮我跟你讲，尤托啊绝对是一个好人，你千万唔通去让丽华佮你骗去，佮你利用去啦。你唔免咧甲我看，既然即摆我知影你的身份，我嘛无想要甲你有任何的牵连。哼，我才无爱甲一个酒店小姐才要甲做朋友。你创啥啦？不是，你还是在创啥啦？老太太，歹势啦。无要紧，无要紧。我这个查某囝吼，若真正安尼，互人教是一摆吼，都教会乖啊吼，都唔免互我安尼气身露命啦。伊就是教袂来啦。我真正唔知伊在想啥啦，不要紧啦，伊都要安尼一错再错，唔听我的话，我嘛无法度，歹势啦，歹势。来吧，尤托，这个小姐，歹势啦，我真正吼唔知影阮丽华伊到底是咧想啥，安尼做唔到遐济代志，歹势，好，谢谢。嗯，无要紧啦，好佳哉，你有林厝的电话，阿罗姐姐哦，都丽华利用去啊。对啦。尤托，你甲这个小姐是？哦，只是朋友尔。哦，七七，啊，你妈妈吼甲尤托啊做朋友吼，你用个放120个心哦。俺们甲你保证，我甲你讲，人尤托啊吼是一个做人吼足正直、佮古义、佮有情有义，伊是一个好人呢。你听我的话啦，无唔对，你唔好听丽华乌白讲，伊讲的拢唔对，吼。阿姆，多谢你煮的汤，我先来走。阿姆，拍摄，我先过去啊。啊。姐姐。阿姆，拍摄，叫了。进去，进去。是啊，七七，这个世间上哦，某一个妈妈会超过伊讲家己查某囝歹话。你拄只嘛听到伊妈妈安尼讲啊，你应该会当相信伊啊。我知影伊是一个歹人啊，啊，不过我也是真感激。七七，卡叔公那不是伊哦，我今嘛搁俩尊公哦，我妈伫咧企划公司哦，做高级主管。七七，你的意思是，你要搁继续跟这个人来往是无？我对我唔是甲你讲过，伊所讲每一句话拢袂用相信。伊之前讲尤托阿姐是一个歹人，啊，不过你敢知影？伊真正甲我斗相共出钱呢。迄个查甫安尼讲，只是想要利用你来达成伊的目的。我唔是囡仔，一个人是好是歹哦，我家己会晓判断啦。琪琪啊，你妈袂害你，你妈讲的每一句话哦，都是为你好嘞。你敢知影？这几天你离家出走，伊吃偌侪苦啊！阿玲嘛足大呢，你莫讲遐有诶无诶好无？就算讲丽华姐伊妈妈，讲你是一个好人又安怎？我真袂安简单哦，都相信你。姐姐，你来遮尔固执，我家己有目睭啦，我了家己看。姐姐，好啦，丽莎，你用心啦。
我相信姐姐最后一定了解你的苦心嘛。你会发现伊的妈妈是这么疼惜的，这么照顾的。其实这个囡仔个性实在够倔强，就算讲严强，伊都无愿意承认。大爷阿母都已经讲你不是这款的人，阿哥你看伊啦，到今妈讲唔肯跟你讲是相识嘞。这个年岁的囡仔就是安尼啦，面子甲自尊哦，比啥物物件更加重要。所以伊对这才无想要跟你讲话，伊嘛无想要承认，你家己合理化理由嘛。我敢若希望伊哦。卖国家丽华有任何的交叉啦。好啦，我来替你倒水。阿丽，等下要上班啦，我送你来。我哪会遐尼啊讲强利用？妈，心累了，我对你的态度这么歹。我只是不知道要安怎面对你，面对我自己。一条狐狸，正经你讲，是我妈找你去露宿，后来你发现伊的房间着火，所以就救伊出来，感情才是安尼。是啊。安怎行？可以啊，啊这件代志，美惠已经讲啊真清楚啊，你哪搁在问这啊？那是小姨丢胡林讲的，伊就是叫我骂出来的啦。啊不过，那是叫我去录下门的结果，伊煞是有可能，就是害死我妈的凶手。家辉，啊你即马是在后边讲啥？女社的人跟我讲，我妈入去房间的那段时间，什么代事都没发生。后来伊丢胡林去找我妈，才无话过，伊的房间就着火了。到底这段时间是发生什么代事？我希望伊丢胡林会当跟我交代清楚。陈家辉，你妈后事恁又摆好势啊？你即马搁找来询问姐啊？问东问西是问安怎？敢讲你怀疑阮姐啊，甲你妈死有关系啊？我就是安尼怀疑的。我可能是想要知影代志真相。我不希望阮妈死甲这么冤枉。我所讲的都是真相，我无阮妈任何代志。那呢，你敢会当老实跟我讲，是毋是阮妈要求你来参加我的婚礼，你唔去，所以恁两个人就起冲突，你一个无说理，就引起火烧，最后就害死阮妈。家辉，假使讲阮妈若真正想要害死恁妈妈，阮妈到时要冒着伊家己的性命危险去救恁妈。我知影你失去恁妈妈，你真艰苦。也毋过你嘛袂当安尼颠倒是非，无论阮妈妈是害死恁妈妈的凶手啊。丽芬姐啊，今日若是换做是你，你敢愿意看到家己的妈妈死到这冤枉？你敢无想要了解代志的真相？我所讲的拢是事实。我唔知道你到底想要问什么。其实迄天你妈约我去，我根本都无想要去。但不是一直跟我拜托，我嘛袂答应伊。而且我到位的时阵，伊就已经昏倒伫个房间内面啊。静静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，我根本都唔知影。你哪会当因为安尼你就怀疑我？一定有理。我妈就敢那找我一个情人，我当然有这个志愿要替伊讨公道。我唔知道你要讨什么公道啊！我敢若知影，我无伤害秋琴，都失去你妈妈，你的心情我会当体谅。也不过你嘛袂当因为安尼，就把所有代志拢算对我才来。看起来，你是无愿意甲代志真相讲出来啊！不要紧，我去找检察官，请调查好清楚，华姐大喊。家辉，阮妈妈让你回来陪伊，而且对你母仔囝嘛真让步。啊，你无感谢阮妈妈，等到即马一直针对伊，你敢会感觉你家己做甲真超过啊？丽芬姐啊，你讲阮妈对恁母仔囝，看起来
你已经开始对我划清界限了。你妈若是无做出对不起我妈的代志，兼在我调查了后，自然会还你妈一个公道。我可能是想要知我妈是安怎死的，我想要替我妈出一口气。好啦，高威啊，我不准你用这款态度啦！你为跟你妈妈死哦，绝对无关系啦。歹势啦，因为高威伊妈拄啊过身，心情无法度平静落来，所以才会讲话这么激动。你放心啊，我一定好好靠近伊。高威，咱先来等好无？这个陈家辉啊，真正有够超过啦！伊无爱准拄煞，我阁无想要放伊走咧。我去找伊，问好清楚啊，看伊是安怎，要安尼针对阮姊啊。我根本就无对手去，安怎？是安怎家辉要安尼针对我？李辉啊，家辉啊，就是伤过激动啦，才安尼讲啦。啊，等伊冷静落来，想好清楚。伊就知影这件代志跟你无关系啦，我会去找伊好好讲啦。爸，遐毋过伊拄才讲的话，真正是足超过的。就算讲伊失去伊妈妈，也是在讲气话，啊嘛总是爱有一个限度啊。我到底是做唔对什么代志？我拢已经委屈我家己安尼体谅恁啊，我到底爱做到什么程度才有够？李慧啊，你都莫阁想啊，咱先来等才有讲。等下，王光明，阮即阵啊，真正无迄个心情甲你冤家，请你体谅江辉心情。有啥物代志，以后才阁讲。我毋是来找伊冤家啦，我是想要拜托陈家辉用体谅阮姐啊。啊，过去甲招亲破坏阮姊个婚姻，啊，伊到即马拢无法度放回去。假使，我是讲假使啦，阮姊啊，若真正伤害恁妈妈，一定是因为伊只是冲动才会安尼做。我希望你能原谅阮姊啊，拜托你，好不好？啊，你即马安尼讲，真正无亲像你个。今日蔡院长夫人来甲阮拜托。你到底心肝内底想啥？王光明，你莫想要趁这个机会伤了阮大家。而且我想要爱的是真相，不是报复。我家己的代志，我家己的处理，无需要你管。想袂到陈家辉竟然无予我怪到。不过，已经有怨恨的想法了。我就不相信陈家辉会予外国影响。林德啊，别阁想我啦。姐啊，你是阁要来叫我妈妈呀？你让我妈休息睏一下好不好？丽芬，我安怎讲，我嘛是你阿母，对你阿母讲话，哪会这么无大无小？姐啊，不管之前我跟你冤到偌厉害，毕竟咱是姐弟啊，你受到这么大的委屈，我这做小弟哪可能结点点？一定是替你抱不平，出一口气。
这个陈家辉啊，真正有够无天良的。我拄才走去骂伊啊，爱伊较杂杂的。结果呢，伊也是认定你，这是害死妈妈的凶手啦。无错，你渐渐对伊这么好，真正是饲鸟饲狗无地，好心无好。嗯，几乎嘞。这么重要的时阵，伊竟然无伫你的身躯边陪你，搁走到无看的人，这敢是一个做红事应该有的态度啊？是啊，无错，你为伊为了陈家牺牲付出这么多年，结果嘞，也是打山填海白了工，无路用就无路用。是啊，我早就跟你讲过啊啦。甘秋琴因母仔囝，就是想要趁机会你来陈家抢财产，结果你就是唔对。我讲我是咧使人啦，啊，即马代志到这个地步，你应该真清楚，谁才是真心，谁又果是忘本背义的人。陈家辉为了要抢财产，竟然不择手段，误了你，才是害死妈的凶手。亲像这款的笨手，根本无值得你对伊付出的，你千万唔通回你来便宜呢。好啦，我即马心情已经足乱的啊，你莫阁讲啊。好啦好啦，我就不爱讲啦。不过姐啊，你莫袂记得，无论安怎，我这个做小弟的一定伫你身躯边保护你、支持你。虽然你真怨恨我做董事长的代志。不过人讲，打好抓贼亲兄弟，你若有需要，我一定替你出头的。好啦，你先休困一下，我先来。是啊，歹势啦！为了我家己的未来，我干那会用予你来替我打罪啊？哎哎，妈，阿你也来啊？啊，你要出去哦？啊，无啦，我想讲在楼骹吼，来顺顺看看的啦。哦，阿你来来来来来，来来家来家，我有话要跟你讲吼。对对对。哎呦，你妈莫结一个安尼这么无辜的面给我看。哎呦妈，其实小妹，小妹是你的某，你唔该好好甲伊考劝吼，讲伊个心机小物无，佮加请一个员工，莫甲家己母仔安尼忝着，迄趁钱有数，哎，巴肚内囡仔嘛爱顾啊。我知影，哎，啊，不过你不是跟我讲，这听无嘴大富贵，所以我一向拢听小妹，哎嘛关系我呢啊，啊，这我讲啥，你也听入去啊？哎呦，啊，不管怎讲哦，我知啊，我知啊，拄只我甲小妹哦，去恁家去看一激动，啊，一听到一激动哦，甲我讲哦，你来到家，我就知影无好代志啦，哎，啊，不，即嘛是安怎？啊，公司啊，啊，小妹无想要听你的话，你即嘛得来对春仙下手啊？许，哎呦，什么下手？讲安尼歹听着。哎，小妹是我的查某囝呢，我即嘛是叫阮的囝婿吼，好好照顾阮查某囝呢，安尼讲唔对？照顾，啊，春仙照顾甲小妹也阁无够。啊，若真正有够吼，都爱叫吼小妹甲迄心机小妹吼，互员工顾啦，互伊好好伫咧厝安胎。妈。即卖有心搁咧做工课的人一大堆啊！搁再讲啊，迄心机小妹的工课哦，真轻松，一点仔袂困难呢。哎，听到无？听到无？小妹家己拢讲啊啦！哎，我拜托的，卖搁伫个遮哩啰哩啰嗦哦！啊，差讲阮春仙无法度做生意啦。哦哦，无咯，你来吼，我反应都袂赴，哪可能影响到我做生意，讲是嘛？有听到无？恁春仙拢讲啊，讲我来遮吼，无去搅扰着伊，所以哦，你嘛卖啰哩啰嗦啦。哎。哎、欸！阿桃啊，啊恁阿伯也是有甲你联络无啦？无啦。佫无啊？喂，恁到底想要创啥啊？紧出去啊！咩了袂有人来啊？我来遮就是要乌袂人来啦，若无你是要安怎？
无啊，恁这两个唔食囝，顶届我教时还阁无够，阁敢来？对啊，阁唔走，我即马就报警察。我甲你报告麦。喂，是吴昕的，叫放开啊！哈，安尼啊，吴昕哦，痛拄啊好，那哩我甲阿走哦，拄啊买一送一啦。我甲你警告哦，你痛我是卖对。哦，我等下好好帮你甲安胎。叫你阿爸提钱来换，阿走。什么？阿妹，阿即摆是阿即摆是要创啊？哈，你妈咧好好啦，有话好我讲，莫去甲动手啦。而且是我欠你钱，甲伊都无关系，你找我遮来要创啊？搁想要甲人阿创？你是咧？有啥物代志啊？你对我来就好啦，莫找因啦。我本来就无咧找因，我绝对对你。哎呀，假英雄哦！啊，安那，即摆是安那？我话还袂讲完，你就出手要创啊？你要做啥啦？我着靠面食饭啊！你搁甲拍我的面要怎啊？啊，好啊讲嘛，有话好啊讲，要去甲动手嘛。唔好拍面，对不对？我就是要拍面啦，安怎啊？哎，你莫选择，莫安尼好无啦？哈，你讲啥？哦，哈，我假鬼假怪。我操！啊啊！过来无啊？大人，我是来害死的啦！都你错啦，你足痛的呢！痛死啦！你是安怎啦？我今麦真应害了啊！你应该欢喜接到你哪，电脑在生气啦？安怎啦？啊！叫我拍干嘞，我哪怀疑会起来啦？好啊啦，无代志啊，代志拢过啊啦。水宝啊，辛苦啊，拢是我唔对吼，歹势啦。足痛的吼。袂啦，你甲我摸摸，好好的就袂痛啊。你老实甲我讲哦，你迄一千万是倒位来？是偷手的？哦，拜托嘿，你嘛知我是输啦，我无迄个材料去偷去抢啦，是迄个我叫的少年人伊爸爸给我的啦。很笑诶，迄店主给你一百万，即间给你一千万，天下哪有遐尼好看的代志啊？啊，我骗你要创啊？啊，伊就真正给我一千万啊！我嘛感觉怪怪，为虾米伊对我遮尼好？可能是靠我较缘投的关系，我就甲伊讲讲，我即摆欠人一千万，我好兄弟对赛，伊就阿萨你给我一千万啊！我咧想讲，第一届拄到给我一百万，第二届拄到一千万，无得靠第三届拄到就一亿啊！哦，若是一亿，我就发达了，我。好，你一亿咧，你困梦困要当做眠梦啊？哦，你妈呢？好无？水无，我即摆咧惊大运咧，要发达要赚大钱，你莫安尼甲我拍七衰啦！若是讲人工哦，我阁好兄弟对手，辛苦的嘛是你啦。好啦，啊，你即马钱拢已经还人啊啦，啊无即马哦，到我做伙来去收入遐，啊我甲物件看看啦，咱做伙来去外口洗一间厝啦吼。是是。水宝，等，歹势啦，可能啊，咱一阵啊，我才能叫你去外口住啦。啊，问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即马钱还你啊，怕什么搞我放手？不是啦，我哪可能搞你放手？你是我的水宝呢，我这么爱你。我是想讲哦，等我去外口赚大钱了，搁倒来找你啦。啊，咱两个人做伙赚较紧啦。你嘛知影我是惊无命啊！哦，你若是伫我身躯边，你会滴滴念、滴滴念、滴细细念、细细念，安尼颠倒会害我吼目甲目睭啦。我是想讲哦，等去外口赚大钱，会当互你过好日子了，我搁倒来找你，甲你接倒来。你讲的哦，你千万唔通袂记了，一定爱倒来接我哦。放心啦，我讲是迄款人，对，我是阿伯安尼，上爱你的阿伯啊。阿桃，阿伯啊，我的水果啊。
借我2000块好无？我的钱拢给兄弟借去啊。今麦辛苦你无钱啊，你看。你先甲小刘做伙住吼，等我回来。好，我先来走。今日检察官特别决定讲，是不是要针对杨秋琪的代志提出起诉啊？你放心啦，你爹无代志，我本来都别有代志啊，我是清白啊。不管检察官是不是要提出起诉，迄拢跟我无关系。爸，阿吉哥安怎？检察官哦，伊意外事件结案啦，无代志啊。什么意外？这明明就是过失杀人！我唔敢话，我唔敢话，看到我妈死个这冤枉！好啊，搞会卡冷静诶。这摆警方来检察官，拢已经去过伊林女士调查过啊，起码无任何证据会当证明。妈的死是林伟的因素，所以才会以意外的结案。家辉，这个代志你要放下，莫阁想遐尼济啊！我哪有法度要去想遮尼济？这个女婿，莫以为我妈在遐过生，莫决定要关门啊！我的生命是伫遐开始，啊，不过我妈的生命是伫遐结束的。一个阮爸妈。还有一张胡林彩人稳稳当地的所在，就伫伊关门了，我稳不了，剩下稳稳忘完，就当解决了。阿母哥，我现在还是感觉真孤单，真寂寞。你袂孤单，你跟我。我相信妈无希望看到姊妈安尼这么伤心艰苦，伊安尼会足唔甘的。阿辉，你啊赶紧振作起来，咱搁爱共同创造咱的未来。我本来嘛是安尼想的，阿不过我只想着阮妈。时间这么痛苦，我得活着活自己过去好快乐的日子。我骨卡活着目睭紧紧，看到伊时间这么远哦，我一定要查出代志真相，我一定要查出代志真相。甲辉好啊好啊。你都莫安尼，勉强你家己啊！我相信过一阵仔，这的痛苦都会过去啊，你心情都会较好啊。先莫想安尼济，吼，好轻松。我先去厨房里食。美惠，一定是王美惠。除了伊以外，无其他的人想要夺阮妈的性命。王美惠。
别抓准，咱之间的恩怨到这就会结束啊！我一定要替阮妈讨回公道。传声啊！阿伯准，哪有一千万啊？我要哪会知影？啊，既然在这上顺利解决，安尼就好啊！上好是安尼，甲这钱吼，紧轻轻个清吼，啊安尼吼，阿伯也唔知会紧个吼，带阿头吼做伙走，安尼上好。妈。妈，哎呦，哎，阿你哪个转来？那无带恁阿伯也走啊？哈。阿伯啊，甲我提2000块，人就走去啊。啊？唔是啊，啊，既然伊都已经有1000万啊。啊！先生，我甲欠2000块啊！敢讲迄1000万是假的？伊是摕来骗遐兄弟的啊！哦，你安尼讲对哦，对哦，迄1000万呢，这么大的数目，哎，阿伯啊，即摆伫咧走路呢，是要去倒位撞啊？迄1000万是真的啦！啊？嗯？真的？嗯。是偷的手也骗的呀？唔是啦，啊！着阿伯叫迄少年人，因爸爸给伊的。啊！那有这么好康的代志啦？啊！进前迄个人吼，给阿伯也100万呢，即马阁给伊1000万。哟，人伫咧讲，礼多必长。春仙小妹，恁两个人的生活有危险啊！妈，啊！你哪会像我安尼讲啊？哎呦，你唔想看麦？普通的人哦，哪有可能无目的？哎，清清菜菜吼，就予亲友人哈尼济的钱，都算讲是救命恩人，迄嘛无可能的代志啊！我嘛是安尼甲阿伯也讲啊，阿姆阿伯讲叫我免烦恼啦，伊讲对方哦是一个有钱的好人。哇，啊，若是恁阿伯也讲哦，叫你卖烦恼，你唔知会烦恼。我看吼，哎，为着小美甲春生因两个人吼。你甲阿伯啊吼，会用个有偌远就走偌远啦，啊！哎呦，唔免啦，既然代事都跟顺利解决，唔免烦恼这啊。啊，当然是继续住落来啊，对不？我嘛无想要哦，拖累到恁甲秀女啦。啊，不过阿伯啊，甲我提2000块了，就选去啊。我即马嘛唔知要去倒位找伊啦。哎，阿头啊，阿头啊！哎呦，其实我拄只安尼讲哦，唔是超工要赶你走的啦。是讲哦，你甲看今仔日这情形啊，这两个唔食囝啦，无摕到钱哦。你看，伊就要甲小美押走呢。啊，小美即马巴肚内有囡仔，伊袂用个受任何的刺激。啊，搁再讲啦，恁阿伯啊吼，以后会安怎啊？唔知影讲是毋是这种情形会搁发生着？所以我是安尼想啦。啊，既然若是安尼哦，无归去啦。小美和我吼，家己带转来，阮家己照顾，好不？啊。妈，哎呦，你唔免烦恼这么济啦，你放心啦。我想阿伯这届哦，应该是搁拄着贵人啦。对啦对啦，那阿伯啊，伊爸讲伊家己是天公阿囝啦，啊一世人安尼起起落落，啊大概哦，你上岁时阵哦，拢会拄着贵人解斗三工呢。哎呦，你个看，你个看，你哟你哟，哎，你来这里包容恁阿伯啊哈？你也唔少想看卖，伊伫个外面惹偌济代志。啊，拢是你伫个切尻川、切切惯习，你唔知安尼讲。哎，阿头啊，你好好想看卖啊！恁阿伯啊，伫外口吼欠偌济钱，迄个债主吼一直伫后壁甲量呢。啊，敢讲你希望小美甲春生以后的日子，甲恁过同款的？哈？我当然嘛无想要安尼啊。啊，那安尼吼，就让小美吼带转来阮家，阮家己照顾啦。好是好啦，啊是讲，啊你的思想这么古板着，我惊哦，哎想着我的金孙呐。什么我的思想伫个古板？哎，迄拢是老祖先传落来智慧呢，甲秘方呢。你即马讲的什么？是啥物祖先传落来智慧啦？即马在第一种流行的时代啦。啊，甲你讲，我讲袂顺车，我爱甲你讲啦。哎哎，啥物讲袂顺车？哎，你听我讲啦，我甲你讲，你若咩啊这个情形哦，我感觉。哎，你看，阿姨两个人安尼一直弯，敢有要紧啊？无要紧啊，伊会当安尼弯哦，表示身体还足勇的啊。那应该吼，替伊怀孕就对。
你哦，佮看了真开。无法度啊！你甲想，那是办项代志上班呢，看了上过认真，我唔在忝死。这是周年庆的财务报表，最后结算起来，也是无法度解决公司的问题。我知影。不过，还款的日子佫到啊，唔知要安怎才好。我佫想办法啦。是。你做你的工课就好啊。玉顺啊，我着知影哦，你还佫伫办公室无闲啦。来，紧啉只鸡汤嘞。阿姐，多谢你啊。免甲我说多谢啦。啊，你看你啦，安尼指甲吼，拢伫百货公司无闲。我真正吼，替你巴肚内囡仔足烦恼的。我不要紧啦，我甲囡仔拢真好，无问题。你哦，你就是这么袂晓想啦！哎，其实这么侪岁啊，足无简单才有这个囡仔，啊，你敢唔好我珍惜？阿姊，你今日来找我，是不是为着大众百货的代志啊？既然你这么巧吼，安尼我就免甲你啰嗦啊啦。这边的周年庆吼，办了足成功的啦。啊，来的人客真多，业绩嘛做了真好。啊，不过这所赚的钱吼，根本就无够行债务啊。是无够行啦，也不过嘛差不偌济啊，较拼的都有机会。一千万呢，差不偌济。阿姊，你哪会知影遐尼清楚啊？废话，啊，我是这间百货公司的股东呢，我早都已经看过笑话啦。唉，你之前哦，拢安尼凊彩甲我讲讲的，我这边也无先看者，我变来再讲你是不是甲我骗啦？我真正无骗你，我会想办法。你是还佮伊想甚物办法啦？你唔通袂记呢？即马所有的业界吼，拢已经知影大众百货强要倒啊，上家甲钱借你，一千万唔是小数目咧。我看你甲鬼借较紧啦。只要有一点仔机会，我拢袂放弃。你搁安怎拼，拢无迄个机会啦。有顺啊，你即马是一个有心的人，安尼做吼，敢来拍歹身体啦。你也替你巴肚内囡仔设想啦。你免阁甲你真关心我，我想哦，你应该想要趁这个机会，甲大众百货接来对无？嗯，无唔对。啊！我若无趁这个机会哦，紧将咱娘家的家业哦，小小甲买倒来，我是要等到什么时阵啊？你安尼根本就少年的作为啊，真无道德呢！哎，我安尼什么无道德啊？我这叫做生理头脑呢！啊，飞伫大众百货都已经买倒，规气都放好倒啊！啊，我有这样趁这个机会哦，将所有的股份拢甲买倒来，啊，你这百货公司哦，才完全属于咱的。你头壳装脑是地头花啊！你唔通袂记诶，准备要倒去百货公司内面，你嘛有股份啊。未输讲啊，喜事同款。即摆上好诶办法，就是甲钱摕出来，互友顺去周转，救大众百货。我则无爱咧，我若甲钱摕互友顺吼，迄甲放水流有啥物差别啊？到时阵哦，一千五年拢摕袂转来啦。即摆上好诶方法哦，就是将钱留伫我诶身躯边。去买迄个强要倒的百货公司，这哦就是上好选择。我绝对袂让大众百货倒落去，不管安怎，我拢会救落去。李顺，啊你安怎？啊，你看你看这友顺哦，就是讲话伤过激动啦，去动着胎气啊啦，得讲说啦。你莫伤过自私，伤过白目的，你听我讲这个刺激性。你哪会讲我啦？你继续讲无要紧啊！我看你半暝困的时阵，爸去找你无？你即摆先走啊，莫去伤害着爸的子孙。牛家安，你到底是谁的小弟啊？先做特别讲话，你拢要徛在二房的立场啊？你是要走吗？煞煞去啦，走就走啦，我嘛无想要留在这得死人啦。啊，无到时阵人老天哦，算在我头一点，我唔是假衰。
有顺啊，我甲你讲啊，即马压力遮尔啊大哦，你若要继续留在遮上班哦，绝对对你巴肚内影响真大啦。健啊，你若真正替有顺设想哦，你著劝伊紧就百货公司卖卖掉，卖阁健啊啦。你是要走啦？哎，我安尼是为着大家好。哎。怎么了？唔敢好。无啦，多谢你。啊，这白目上无怪，甲你乱的，真是歹势。不要紧啊，关系就好啊。啊，做年轻结婚的代志，我听讲啊，阿叔来这部要怎处理？尽力去办法啦。干，这个代志是莫甲母妈讲啊，要袂到最后，我不是要让伊烦恼。这我了解啊，啊，你敢确定要一人担？总是爱试看卖啊。周董事长，拜托你，给我倒三缸好不好？歹势啦，你这个数目实在太大，我无多甲你斗三工。林董事长，请你相信我，我绝对不让你吃亏的。牛太太，今麦大众百货的变价安尼啊，你唔卖阁坚持啊。今麦是要安怎才好？外口拢是对大众百货不利的风声，根本就无人愿意借钱给咱。已经这么晚，我竟然无闲甲连物件拢袂记你吃。就算佫较袂枵，为着囡仔，也是爱加减吃一寡。肉丝炒饭跟蛤蟆汤。你要吃呢？你用菜好吃。嗯，我不爱。我吃什么啦？完了，还没看好吃，紧个紧吃紧完了，紧个呢。好了好了。有想要吃啥？我拢会用啊，也毋过想要吃虾米？虾米哦。嗯。谢谢。多谢。哦，真好吃诶！你喜欢怎啊？哦，不，啊，这样啊。哦。不，
多谢。何时你也来啊？哦，啊！过去的代志，就敢那是张家发生的同款。那一把今年大众百货的变卦呢？今晨早去购物啊，我老爹带完处理代志，咱阿婆得爱一人一个所在。我都做过了。喂，金晨。哦，俺即个做年轻业绩袂歹啊，我相信。咱这关一定我都渡过。是啊，我的身体真好，妈拢有伫帮我吃。啊你嘞，过来安怎？几点啊？你来到这么才回来啦？我去应酬啊。应酬？看你这个面傲嘟嘟哦，我就知影，总无钱哦。唉，搭这嘛哦，这个情形，上家把钱借给恁大众百货，啊，都不是白痴个，小可有头脑的人哦，拢袂去做这种代志。所以你现在是来看笑话？对啊，因为我确定哦，你根本就无才调中到迄一千万啊！哦，讲话搁对我大细声嘞，讲你会去想办法，哈？啊，你不是做有才调的，讲话足红声的。那是无什么代志，你先等下，我马上休困。对哦。啊，靠！一个欠卡伊滴咧，我拢袂记啊。我相信伊一定不知影大众百货即卖是这状况。我来甲报告者。你们遐无聊啊！啊，倽叫你拢讲袂听啦！我甲伊找欠卡伊参详啊。有顺啊，照我对你的了解吼，你一定无甲大众百货这边周年庆赚的钱，无够用这部的代志，讲予欠卡伊知影对无？大众百货都强要倒去啊，我应该来甲讲予清楚才对。刘春弟，你若有啥物代志，明仔载去办公室找我讲，莫找我妈的麻烦，请你离开。哎！这是建安的厝，不是恁的厝呢。你凭什么叫我离开啊？我请你离开，你是无听着是？哎，我无啊。你嘛是安怎？啊，恁奶奶两个大细声啊！马上进来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欠家己，我有一个天大好消息要报予你知。什么好消息的？刘小弟。哎呦，有顺啊！但这件代志哦，早晚拢要讲予欠家己知影。卖个温暖啦！我无怕啥物温暖。好啊，安尼我就直接甲欠卡姨讲啊。欠卡姨，恁新妇这边所办的这周年庆哦，所赚的钱根本就无够用自己的这大众百货扛帮哦，要用拆掉换别人的名啦。伊讲的拢诚实嘞。周年庆，因说确实无阿多保障，自己要行的钱。有听到啊吼？
大中百货变到这样凄惨哦，拢是你这欠卡心不害的啦。有顺哦，为百货公司尽心尽力，我拢看在眼内啦，唔免你点么使人。难道是你呢？安尼三不五时啊吼，走来这看阮的笑话，啊，若让百货公司的员工看到，心肝来想讲哦，你哪会甲公司的股东安尼这样袂共心？伊唔来会安怎想的？有共心无共心哦，迄就要看是毋是有趁钱。这大中百货扛棒去用换掉，百货公司的员工对你唔真失望，我是绝对袂换的。话唔免讲到遐尼紧啦，欠钱害钱，这是天公地道的代志。我看吼，你若是紧将大中百货卖乎我啦，啊，甲钱哦，害害咧较好啦。我平常听你那么唱歌，咱入来，莫甲这小查某讲。我要做是为你好呢，喂！哼，我都唔相信恁还阁有法度通维持落去。幼顺啊，你即马讲的拢真诶，咱公司的资金无法度弥补，三百强阁想要把咱的股份拢卖去。这小查某真正足不习惯的，平平拢姓牛呢，咱安尼有困难哦，伊不但无斗相共，搁咧遐查天黑倒，想要把咱的股份拢卖去。妈，你莫烦恼啊，我会搁想办法周转。哪有法度周转？咱嘛未不够哦，变到起码这个地步啊。想袂到。帮得死人，最后竟然输到这尔凄惨落魄，大总买好我也出袂掉，委屈家己哦，来带给咱吃，即马可能连百货公司也会变无去，我哪会不甲变安尼啊？我哪会变？那不该变那样啦！妈，别艰苦啊！我不是艰苦，我是足不甘愿的。就较早，大鹏都看阮无，阮做到老干。让伊嫌到老烂，不但一句感谢的话拢无，我感觉敢若是阮欠伊，我毋只一直甲伊打，我就毋甘愿的，我毋甘愿让伊打落底，即马不但。都爱看因的面色过生活，可能百货公司嘛爱买因，我一口气我吞袂落。妈，你的心情我完全能了解。今嘛，若是要把大中百货卖掉，我认为。袂好，阿姊是上好的。你讲啥？你讲袂好牛角的？那阿姊嘛算是牛角的人嘛。啊，大中百货那是袂好伊。以后咱若是有能力想要买转来，嘛较好讲话啊。啊，万一袂好外人，就可能无遐尼好参详。无可能。我准讲袂予猪，袂予狗，我也无可能袂予伊啦。这是我甲大壮哦，安尼拼死死人辛辛苦苦所拼出来的财产，绝对无可能哦落在因大伯的手头。妈，我真正是为着牛家设想。
我不管你是不是为着娘家设想，伊根本都无把我当作是一个师大，安尼伫咧甲我看待，哈？啊，若百货公司卖伊，伊以后唔能用我歹听的话来甲我偷洗，来甲我洗面，我无法度忍受。妈，我了解阿姐的个性，啊，不过为着大众百货，为着娘家。没有大房才是对的，我不管对啊不对啦，非得我敢知影，我辛辛苦苦所拼出来一切，我绝对无可能卖伊啦。尊公，我若要输，我嘛要输到有尊严、有自信，我绝对无可能让伊大房哦爬到我的头壳顶哦来看我笑话啦。袂啦，还佫有囡仔呐，囡仔会听我讲话。你讲啥？你哦，想想这啊啦，啊，见咱二哥无法度哦，去说服迄个三八强，啊？搁再讲，公司若卖予伊，迄个不要做生意的头壳，伊绝对会把公司哦不甲足凄惨的啦，我无可能目睭金金哦，看伊安尼做啦。妈，就算你心内搁较唔甘愿，啊，不过我是希望。我还是希望你会当接受这件代志。我认为，甲大众百货卖予大房是上好的选择啊。你认为，就卡啥？你就是一直你认为，因为金城伊做了一定是真对，所以你无甲阻挡，还一错再错，即马有厝都无法度转来，恁就是拢唔肯听我的。拢照恁想的去做，但是唔只会变到安尼，会沦落到安尼，变到这可怜，什么物件都拢爱卖袂起。哎妈，来，不要激动，我只是提出我的看法，可以当参详的。非得我是绝对无可能甲百货公司哦，卖予迄个小查某。明仔我入去公司看瞧一下，我是不是还阁有抽替补的机会？你来阮家创啥？安怎？我袂用来啊。你会用来啊？啊，不过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安怎？找到什么代志啊？是有通话信，字贴出来啊？替大众百货改位啊！我都不是你个，头壳歹去，无代无志，搁二房遐尔啊嘛志。我这個人吼，就是料事准准。我知影有顺吼，绝对是报喜不报忧，所以我特别来恁兜甲劝开伊哦，做一个震撼教育，让伊知影讲大众百货即卖已经是虾米款的状况。我若知影你来遮，绝对无什么好代志啊！你嘛甲拜托，阿姨有话安尼。你的嘴啥这么歹啊？甲讲这话无，甲刺激你要创啥？你唔甲拜托咧好不？伊无你所想的这么软正，啊若无，都唔是叫欠卡伊啊啦。阿姨现在已经足烦啦，卖厝的代志、股的代志，啊佮有大众百货，你想要利用这个机会来打劫啊？我当然要利用这个机会来甲打劫啊，让伊知影讲吼，伊即马甲友顺佮敢若拼吼，拢已经袂赴啊，只有将大众百货卖互我，这是种时代。不可能！哇，你别说跟咱家族同款来讨厌。喂！没有啊，咱没可能没有你啦。你先那替我跟家族比哈？敢不是？大家咧说来说去做一个讨厌的代志，敢不是安尼？我咧做拢是为着大房好啦。你若真正在替欠卡伊设想吼，你就应该等于甲伊苛刻，甲伊讲。就事论事，唔通因为伊家己的心情去破坏着整个大局。佮看他讲吼，我是牛家的人啊，啊那像百货公司卖予我吼，嘛是牛家的人接手啊，安尼规个代志哦，才袂这么歹看啦。你先熬啦，你哩做真歹看，像这种人，自私佮无良心。我甲你讲啦，对我来讲，亲人敢若你牛建安一个啦，其他人拢是外人啦。我即卖的做法吼，就是将这大众百货给伊在李房的手头来帮办，然后我再用钱甲买倒转来。
安尼我接手以后，这边麻烦代志归大堆。这种阿婆你也想会出来啊？你别讲我自私卖用你啦，非得这代志吼是因李邦母出来，当然嘛要叫因李邦家己去解决啦。谁哪来叫我替因打？你叫我提钱来给因赞助，是叫我提钱去替因害？哦，那是无可能的啦。啊，若叫我提钱出来吼，买这间百货公司哦，我是用坐落来好好跟因讲。我人是要跟你讲，我不管啦。非得看开伊即马吼，就是为着一口气吼，所以无要上大众百货卖给我。我嘛为着要争一口气吼，一定要为李邦那边吼，从大众百货卖转来。什么时阵我这么受坑受胖安尼？你啥物一直找两个人麻烦呐？你袂忝哦？你袂无聊？只要会当完成我的心愿吼，我拢袂忝啦。建安，我知影你即马规个心思拢歪为李邦那边。你若真正是替欠家己因设想吼，你得紧甲因讲，安那做才是对大众百货上好的安排啦。免阁讲啊，我即马吼心情真好，我要倒来睡美容觉。拜拜。哎呀，哪样呢呀？即马是变安怎较好？伊都大，阿嬷，恁在啊？好，好。我查到啊，你是讲暗平啊金主啊？是啊，这个人叫文哥，阿唔过，敢那知影伊叫文哥尔，啊听阮朋友讲，伊伫个江湖上辈分真高，是一个安尼记，阿唔过这个人真神秘。就算讲联络到伊，嘛无一定看到伊的人。啊，顶下咱两个去找伊，无见到伊的面，迄算正常的啦。你赶紧查出这文哥的身份。伊若真正无什么经验，暗警啊，咱就接落来，咱家做。坦白讲，一般的病院拢无啥愿意收阮这种人。假使讲你有意愿，要接落来家己做。对阮这做兄弟的人来讲，是一件好消息呢。伊老大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想办法找这个文哥，把你的意思讲伊知。安尼麻烦你啊。哎呦 ，OK 啦。哎，我这个新机的手机啊，也无用到几摆啊，你会给我拍八折给你哦。用过的物件就是二手货，当然嘛要拍折。我平常是对你也好着，拜托的啦，算我甲你救啦。一次你平常时啊练舞，搁去比赛，敢唔着因为要买新的手机啊？那安尼你啥物也袂掂。系啊，是毋是手机啊歹用啊？无啦，这支手机啊足好用的啦。啊是我家己门号绑约的问题啦。哎呀，会着哦，我即马想用登去我迄个旧的手机啊。啊，这支新的手机啊，我也用袂着啊，就先卖给你啊。好啦，我拄好吼嘛想要换手机啊，我买。多谢。那安尼，你什么时阵用花钱啊？我要等后个月才有零用钱呢。后个月哦？你即摆就欠钱的吗？啊，你妈妈不是拢给你做些零用钱？啊，无啦，啊，我嘛即摆伫咧国外啦。所以不方便汇钱给我啦。嗯，那无我分期付款给你。嗯，好啊。你敢不是琪琪？哼，因朋友一定不知影因妈在酒店上班的代志。琪琪。那一家拄好，一家拄着你。这时间你敢唔免去上课？行。哦。哎，我看你也无偌认真。过去即摆就缀恁妈去陪人饮酒骗钱。恁先离开啊。嗯。
你是超工的对吧？哎呦，你跟你妈无同款呢，搁知影见笑，无想要让人知影在酒店上面的代志。